今天非常的热闹，现场来了好多的人，因为今天都是陈楚生的粉丝啊，是吗？我印象中粉丝们都会有些口号之类的，你们有吗？有，来喊一个我听一听。哎呀，真好！畜生！对不起，我这个嘴有问题啊，有问题啊！今天现场来的都是你的粉丝，相信这期节目会特别的开心。我们这样吧，也不能让你们大家白来，近距离的接触陈楚生，你们谁愿意上来跟他拥抱一下？看一看谁最疯狂？看一看，这样吧，咱们太疯狂也不行。给我一支麦，再闹就把它踹下去，拿一支麦来，别激动，姑娘啊，你直哆嗦呀。贵姓？姓刘。上学上班？上学。上学是吧？对。喜欢楚生吗？喜欢。真好啊！好，下一个啊，还没报呢，还没报呢，哎，早了啊！会唱他的歌吗？会，好歹唱两句让我们听一听。可是我先走了，纵然太不舍，别哭啊亲。行了，你先走吧。这孩子晕乎乎下去了，啊！这有一男孩问我倒我了吧？别着急啊，姑娘贵姓？都是女孩，就这么一小子啊。咋家姓杨？太监。陈楚生，你这朋友交际面够广的，这打宫里出来的吗？还咋家啊？不是，穿越过来的。啊，穿越过来的，喜欢楚生的歌吗？啊，太喜欢了，好极了啊！回去好好听 啊。我没唱啊，唱两句我们听听。当岁月像海浪带我到很远很远，在望不到边听不到爱的每一天，我用相信明天编织了一个谎言，欺骗每个辗转。你们真的是陈楚生的歌迷吗？怎么你们拍的跟下饺子似的，拍哪儿的都有。哦，你要拥抱一下楚生吗？要。来来来来，往死里抱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我们还有一个名额啊，上来姑娘，上来，来拿着啊。哎，贵姓？我叫乌泱泱。我记得这词儿是乌泱泱。啊？怎么短？就真叫乌泱泱啊？就是我的韩语名是康乌样，然后大家叫我乌泱泱。还有韩语名字？就是我是学韩语的。学韩语的啊，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。哦，阿里嘎多哥的姨妈。好吧，好吧，算我没说。会唱陈楚生的歌吗？会。来两句，我们尝尝。嗯。唱的真好哎。我也觉得。好吧，回去吧。真的吗？我抱下楚生。你还没唱呢。啊，唱。啊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朗诵我很爱你，没有人在你日记里哭泣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，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真好。我想抱着他。是这样的，谁唱谁抱的，现在是集体唱的。这个名额没有了，抱下您。你要干嘛？抱下您。你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？你要记住，加油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乌乌泱泱。